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们身上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孤独的存在，当然人体人在这个社会上也不应该是孤独的存在、这个每一个肌肉来讲话，它不是只是单一一块肌肉，它都有许许多多互相协调互相来共同去执行、那样的一个不管是、一起收缩或者是要放松、这样来互相、协调把这个事情做、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肌肉的功能，譬如说我们这个前胸这个地方，这是胸大肌，那么胸大肌不只是这个表面这些肌肉，底下也有、胸小肌，还有一些肋间的一些肌肉都跟我们前胸呼吸啊等等有些相关，但是他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胸大肌它牵涉到的一个范围事实上是蛮大的，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个动作的这个同时啊，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肌肉，但是也有其他相辅助型的一个肌肉，大家一起来进行啊、这样特定的一个功能。但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啊背以后也有很多互相、要去、搭配的另外的、这些系统，譬如说这个绿色所代表的这是我们的神经系统，也就是透过我们在臂神经丛这个地方、非常复杂的一个神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脉络，那么供应到肌肉这个地方来，而且不止前胸这个肌肉，再往手部这个地方来，那么所、前面这个地方是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的、体系啊，才能够把我们很多的事情、来给它完成。然后再把旁边的大家跟它红色的这个，这是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血液循环的系统，所以肌肉你要负担着这样的一个功能，神经的一个讯号要下去，血管的营养的供应也要同步的搭配动脉静脉，所以整个的一个背后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协调跟它精致度啊，都是让人家叹为观止、那所以肌肉跟血管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也常有一个疾病啊，就是头痛的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所以这个头痛的时候，如果是一边，那又有血管脉动跳动的那样的感觉的时候，当然这个是血管啊、它本身所造成的这个敏感度引起肌肉这附近也会跟着不舒服的一个状况，偏头痛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它大概不会两边，两边然后同时又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大概是肌肉紧张型的头痛，它的机会比较大一点。当然这个是在傍晚的时刻、一天、累到最后的、时间的点的时候它比较会发生。如果清晨也发生这样的一个头痛的时候，那大概还是要请神经科的医师啊进一步来评估，这就比较不像是肌肉紧张型的一个头痛。当然这幅画啊显然不是画头痛的一个状况，而是画一位圣者，那么这跟宗教的关系啊是息息相关。这位画家是奥地利的画家加布里尔冯马克斯、他所画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宗教意涵的一个层面比较大的。那么因为对这样的一个人类的痛苦想要帮忙去承担解决这个琢磨，然后他本身的一个涉猎的一个点蛮多的，所以他也画出像这样，这是科学方面医学方面解剖，在那个时代19世纪啊，他把这样的一个这个已经开始逐步在推行的这样的一个解剖的这个画面让大家可以清楚的了解。然后在这里啊更点出了这个岁月啊，或者生命的，我们必须要有时候啊，要了解那样的一个无常啊，不要斤斤计较于某些东西。这画的是什么？鹅啊，人生生命就像飞蛾一样啊，不只是扑火，有时候就是瞬间啊、就没有了一个状况，所以脆弱度还有我们到底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个生命啊，都是时时刻刻需要去反省的地方。所以宗教层面，从科学层面，然后他又本身又住在一个地方啊，斯坦
伯格这个湖的旁边啊，所以啊，哎，看到一堆猴子，所以对猴子啊也很有兴趣啊，所以他就把猴子转换成角色，角色转换变成好像是人类一样，这个爸爸妈妈，哎，可是又加上人类的一个色彩，里面不会全部就是猴子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啊，总有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的时候，产生一些冲击啊，让我们觉得，哎，这个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万物之灵呢？哎，这个猴子似乎跟我们也很像呢，我们跟这个大地的一个互动关系该是用什么样的态度？你看猴子也要翻这个书啊，翻乐谱啊，猴子也要看画，然后写这个评论啊，写不写评论另外一回事啊。你看猴子也要做科学的研究啊，这是骨骼，这不是人类的骨骼，这是猴子的骨骼啊。然后猴子在一起的时候也有所谓的意见领袖，他在那边啊引导着大家的一些思维等等的一个状况，甚至于你看猴子在这个地方也会听音乐弹钢琴，所以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兮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啊。我们要有那个心啊。这一位，加布里尔冯马克思啊，画家中从那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兑换，让我们了解到啊，这个确实我们该反省的地方。猴子啊，这个刚刚讲有意见领袖猴王啊，其实啊，后来动物学家解剖的时候发现猴王得一个病的机会也比较大，心脏病。这当然不是猴子，这是我们人类啊，七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心脏病，冠状动脉的一个问题啊。他冠状动脉表现的问题是胸闷，但是不是那么样痛的那种感觉，胸闷，流冷汗，然后会喘，这个会喘，所以你可以看到肺部的一些功能有一些受到影响。意思就是说，我们心脏的一个跳动，它透过冠状动脉血液循环来供应我们，它要把血打出去，如果这个地方冠状动脉的养分提供的不够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这个心肌如何有力，如何能够很确定的来执行它的一个任务啊？打出去血液会不够，这个当然这个倦怠无力啊，然后打不出去的结果，静脉要回流的也会发生问题，所以静脉那个地方也会发生静脉这个肺脏的一个引起肺脏的这个回流不好的状况的时候，肺脏会水肿，会喘的状况会产生出来，所以赶快做心导管，就可以发现在左侧的这个冠状动脉，在它主干的这个地方啊，是我们右边的，这是左边的，左边在分前降支跟侧支啊，这个前面这个地方就发生阻塞，所以阻塞的一个结果，当然血流的一个供应会不够，那就造成这样的影响。就是这边是右边，这是左边，所以左边的前面这个地方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塞住，所以冠心病引起这样的一个心肌梗塞，它的一个症状未必是大家典型的以这个胸闷胸痛为主，有时候喘，这个心脏衰竭的这个情形，那这又是左心衰竭的一个症状表现的是比较明显，所以当然紧急的情形的时候，当然赶快心脏科的医师给他做一个心导管的一个检查，如果可以的话打通他的一个血路，这个就解决他问题。但是目前在左边的冠状动脉，在前面这个地方啊，这个主要干道那个地方塞住的时候，还是考虑啊，因为它牵涉到如果发生问题的时候，这个风险很大的一个状况，还是可以考虑做绕道手术，来把它这个狭窄的地方，这个当然是右侧的一个问题，左侧意思是一样，从主动脉底部的地方接一条到它底下比较通畅的一地方，这样就可以把这个血流啊，送到它比较缺不够氧气、不够血液供应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透过开心手术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开完刀以后一段时间，这个心脏本身呢，从原来心脏衰竭、肥大的状况，可以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情形。当然，肺部里面的那种整个里面积水、水肿的一个情形啊，也得到明显的一个改善。但是更重要就是我们平常对于饮食习惯那样的重视，运动啊，这个重视啊，这都是让我们冠状动脉，因为它是非常小的，如果它发生问题啊，当然产生出来的一个症状就是一个生命中枢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平常的一个保养，对冠状动脉的保养，还是饮食跟生活作息，这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个事情啊。所以你看连猴子都要看书啊，我们能不看书吗？感谢您收看，再会。